广真言，灭罪消天，火焰化红莲。南无清凉地菩萨摩诃萨，南无清凉地菩萨摩诃萨，南无清凉地菩萨摩诃萨。唵修多利，修多利，修摩利，修摩利，萨婆诃。唵修利，修利，摩诃修利，修修利，萨婆诃。唵花枝乃达诃吽。南无三满多摩多喃。唵多罗多罗帝韦萨婆诃。唵耶耶喃三波哇哇枝乃吽。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邀请三藏法师就摩罗舍译。尔时，无尽意菩萨如同坐席，身长右边，和尚向佛而作誓言：世尊，观世音菩萨以何因缘名观世音？我告无尽意菩萨：善男子，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作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分明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若有其事，观世音菩萨云：水色入大海，色入大火，火不能烧。如是菩萨威神力故，若为大水所漂，身其名号，即得显著。若有百千万亿众生为水经营琉璃奢提玛瑙珍珠琥珀珍珠等宝入于大海，假使黑风吹其船船，叫做罗刹比佛，其中若有乃至一人身观世音菩萨名者，是诸人等皆得解脱罗刹之难。于是因缘名观世音。若复有人临当被害，称观世音菩萨名者，其所持刀善，行善正坏，得得解脱。若生尊大尊佛祖满众裂开罗刹，亦然恼人闻其声，观世音菩萨名者，是诸恶者善不能以恶眼视之，造物加害，设护有人。若有罪，若无罪，脱现枷锁，解去其身，观世音菩萨名者，是诸恶者即得解脱。若生尊大尊佛祖满众裂开者，有一张符，将诸三人支持众宝经过前路，其中一人就是犯人，就让善男子入得恐怖。如等应当一心跟观世音菩萨名号，是菩萨能以无畏示于众生。如等若生名者，以此愿解，当得解脱。众三人闻南无观世音菩萨真实名故，即得解脱。反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欲；若得生慧，反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嗔。若多疑痴，反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痴。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有无数等大威神力。多所劳役，自故众生因当。就是众生常因心念，若有女人这一求来，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便生福德智慧心满。这一所女变身三岁女圣之女，素质等等众人爱戒，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有如是力。若有众生恭敬依拜观世音菩萨，无不谈天，是故众生皆因作持观世音菩萨名号。无尽意若有人作持六十二亿恒河沙，若菩萨名字护持及供养，饮食衣服卧浴如如如如如如如善男子、善女人，功德多火，一定义言甚多世尊。佛言：若复有人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乃至一时礼拜供养，恶人不正等无计，于百千万亿劫不可穷尽无尽意。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得如是无量无边福德利益。无尽意菩萨白佛言：世尊，观世音菩萨因何有此娑婆世界？迎合而为众生说法方便之力，其是迎合。佛告无尽意菩萨：善男子，若有佛土众生因以佛身得度者，观世音菩萨即现佛身而为说法。因以辟支佛身得度者，即现辟支佛身而为说法。
因以真文生的肚子极限，真文生何谓说法？因以放完生的肚子极限，放完生何谓说法？因以第四生的肚子极限，第四生何谓说法？因以自在天生的肚子极限，自在天生何谓说法？因以大自在天生的肚子极限，大自在天生何谓说法？因以天大将今生的肚子极限，天大将今生何谓说法？因以菩萨门生的肚子极限，菩萨门生何谓说法？因以小王生的肚子极限，小王生何谓说法？因以长者生的肚子极限，长者生何谓说法？因以居士生的肚子极限，居士生何谓说法？因以水观生的肚子极限，水观生何谓说法？因以婆罗门生的肚子极限，婆罗门生何谓说法？因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生的肚子极限，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生何谓说法？因以长者居士、水观、婆罗门、目女生的肚子极限，目女生何谓说法？因以童男童女，因以童男童女生的肚子极限，童男童女生何谓说法？劫人非人子生的肚子极限，即皆现之而为说法。因以毗金刚神的肚子极限，毗金刚神而为说法。无尽力是观世音菩萨成就如是功德，以佛种解由诸佛世说众生是故如何金刚恩力供养观世音菩萨，是观世音菩萨摩诃萨于护卫极难之中，能施无畏，是故此娑婆世界将皆号之为施无畏者。无尽力菩萨白佛言：世尊，我今当供养观世音菩萨，以解尽众宝珠璎珞，价值百千两千而已举之。作是言：人子受此法施珍宝璎珞，于观世音菩萨不可受之。无尽力故白观世音菩萨言：能舍离我等故，就此璎珞。尔时佛告无观世音菩萨：当临此无尽力菩萨及四众天龙夜叉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诃罗伽门诃人等，故就此璎珞。即使观世音菩萨领诸四众及于天龙人诃人等受其璎珞，故应作二分，一分供释迦牟尼佛，一分供多宝佛塔。无尽力观世音菩萨有无数自在神力，由于娑婆世界而得无尽力菩萨起记不眠。世尊那赞记，我尊重问题：何时何因缘名为观世音？譬如妙赞尊是答名不虚语，如尊重因缘，上因诸幻所同自身如海。也不思议，是多千亿佛花大清净业，我为如列说闻名及现身，心念不空过，人灭之有苦。假此心爱意，飞落大火坑，烈日光明日，火坑变成池，或漂流巨海，龙吟之水难，烈日光明日，波浪不能没，或在其迷风，为人解脱所推堕。现起光阴力，如日遇之松树，或被恶人除，堕落金刚山。面起光阴力，不能数一毛，或执焰贼闹，各执刀加害。面起光阴力，贤弟取慈心，或遭完蛋苦，临死亦受终。面起光阴力，刀起断断坏，或从命枷锁所缚被投界。面起光阴力，自然得解脱。作主诸毒药所益害身者，愿彼光阴力还着于本人；或益恶罗刹土龙之鬼等，愿彼光阴力极力不敢害；或恶兽围绕利牙爪者腹，愿彼光阴力极舍无边花连舌及腹间，辟毒烟火难，愿彼光阴力行身四回气，淫雷苦色变降泡四大雨，愿彼光阴力因时贼交战。众生被困厄，无量苦逼身，光阴妙智力，成就世间苦，具足十方力，广说十方便，十方之国土，无上不现身，种种之恶趣，以水度身，生老病死苦，无边无尽变，
天官、地地官、广大智慧官、天官、地地官、常念常张扬，五垢清净官，慧日破诸暗，人福灾荒火，普明照世间，悲喜戒雷震，慈意妙大音，速干入华仪，灭除烦恼业。天官、净净官、护卫净真宗、炼体供应力、众业悉退散、妙音、高士音、放音、好强音、圣体四见音、四库七禅练、练练护身仪、观世音净顺、离苦闹十二人会做医护。阿弥陀佛，先进到此，我好想尿尿哦。